Then you have measurements?
你就给我那个一百五十颗的七十五颗的，你就给我一千五百七十五。一千五百七十五。这个是哪一只？啊，你不知道？哎，这怎么没有你高了？哪里没有的？它胖一点嘛，现在这个孩子财政大团都拿过去了，是不是的？它胖一点。交通银行的，现金没有吗？现金，我这个现金卡。不是，我说你有没有现金？没带现金。这个是你们的。哦，是的。板也在你那里，然后样品也给你了，你就按照这个板帮我打一下，明天给我。你别，你现在说话我一点了，我觉得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了。真的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，你昨天跟我说啊，早上八点钟之前啊给我放到我店里来，我想想嘛，那你没有那么早吗？你也稍微迟一点。我在那个银行的工商的银行卡的话，够久了，我哎，你再急，你不是你再急，你也不能耽误我的事情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喊你这样怎么这么傻呢？你要把你放来干什么呢？你我想给你们掏心肺肺说几句话。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更回忆我。顾爹，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身边的状况也不是一回两回，你这些话说过也不是一回两回。行不行吧？不客气，啊。